是娘不好，都怪娘。二婶，你说什么？娘亲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大姐怎么会是你的孩子呢？除非有凡人愿意折寿十年，要是有人肯为此牺牲，方能进入炼丹洞。还有记住，这个喜乳神丹千万不能落到地上，不然的话就会灰飞烟灭。真没用啊，这么大人都能跟丢了。这事儿怎么能怪我呢？这跟人带路的事儿你应该比我熟啊，你怎么能是他吗？可不就是他吗？喂喂喂，哎，喂，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土地公土地婆。